哎，等会儿。哎呀，市场啊，开集了，这边买啥的都有。今天2024年2月24日，又到一车新疆马，赶的挺是时候啊。来，这会儿咱们马上卸车啊。咱们旁边今天来了一位特殊的领头马，这边这个大爷带着他的1.7米过来了啊，帅得很啊这。来，我们看看这车马有没有你们心仪的啊，开始卸车啊，伊犁马。一马当先啊，先往下走了。哎呀，下来了啊！这会儿集上人太多了，我们得速度点，他们下来。快！下来了，好了，好了。来，好了。都屁股朝下的，怎么？哎，等会儿，等一下，快，别赶呢！哎呀，先把这个周起来。快，先去给它弄出来的。好了。没事，来，咱们靠后一点啊。这边啊，现在集上人多，看看吧，都是围观群众啊。走。这边还在源源不断的来羊，大哥，你这车拉了多少？15个。漂亮。骨架大，上标快，玉肥真的是首选啊，这车质量非常高。接着来了啊，这是最后一节了啊，走，全部是新疆伊犁的啊，这个大哥是昭苏地区带过来的啊，4个白皮的，哇，都是非常的漂亮啊。